是杨茂元，我是一个非职业的专业俄语翻译，同时也是一个职业的非专业音乐人。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到现在写了一些歌，并且在今年2016年的年初自行发布了放学后 EP 和送专辑。这一次呢，也就是明天，也就是9月1号星期四下午3点到4点，我将做客酷六旗下的原声带节目，为大家演唱一些我自己的歌曲，欢迎大家收看，祝大家一切都顺利。